当公司新来了女同事。哎，小乔，那新来的啊？新来实习的。实习的看着好小啊，是不是还没毕业呢？没有，怎么你想认识啊？什么职位啊？运营。那我得认识认识啊。那你去吧，可以坐 C 区靠墙位置。那不正好跟我一个区吗？海清，你看那边的实习生。怎么？挺可爱的。微信催你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快有人微信了？不是吗？啊？现在那实习生帮我带一下。哪个呀？行，没问题，老板。Hello。你好。那个老板让我带你说一下公司。啊，好。这公司刚换地方，有点小，不过只是暂时的，下个月就搬了。这边是 C 区工位，这是休息区。嗯。哎，我发现你这头发颜色染的挺好看啊。是吗？我妈说我染的不好看。好看，你这颜色显白。这个是海星，丝滑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俩是咋加上微信的？他管我要的，说别人要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这边呢是会议室，里面是老板办公室。新同事啊，新来的实习生，可爱吧？挺漂亮的，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呗。啊，没事儿，就当同事。那没事儿，一起吃热闹。这个呢是咱们老板，来喝咖啡，给实习生也来一杯。啊，给，咱们老板人可好了，走。哎，对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冉冉。冉冉。以后有什么事你找我就行了啊，可以吗？太可以了，随找随带。走啊，吃饭啊！我还没点饭呢。没事，哥哥姐姐们请你吃，来，给你点茶，谢谢。年龄小就是好，皮肤真好。来吧，吃饭吧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，自己拿。没事，别客气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